跟大家一个 update， 就是我们还蛮天兵的，就是订到 Airbnb， 但我还以为是 hotel， 我也都没有查，然后结果还是 Airbnb， 然后结果我们就完全没有跟他们拿什么入住的一些 instruction， 什么都没有。然后反正刚刚就是天兵，就是有一个老奶奶不知道为什么拿到我们这个房间的instruction， 然后他已经进来了，然后已经安详的在里面，然后窗户还开了，然后我们就是发现我们的钥匙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就拨打给女主人，然后女主人就匆匆赶来，然后就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才把那个老奶奶请走，然后现在终于进到 apartment。 但是各位，这 apartment 真的是超级漂亮，好，没有到超级啊，但就很温馨，就是这边是那个厨房，这个还是那种就是电磁炉的，然后这边就是吃饭的区，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客厅的区，然后重点刚刚那个老奶奶就是打开这个窗户，然后女主人就从外面看，就想说不对啊，就我们那个客人都还没有入住，为什么窗户打开？然后上面就是睡觉的地方，我去检查一下，看奶奶有没有放她的东西上来了，看起来是没有，上面看起来都还没有，而且还有一个衣柜，超棒的。OK。开箱结束，然后顺便给你们看我们的浴室，也是走一个温馨的路线，这里有这个挂钩，然后这里然后这里淋浴的哦，还不错耶，是淋浴是很干净的那种。好了，我现在超级憔悴的，女主人说等一下会来帮我们清洗一下厕所，因为奶奶已经用过了，大概就是这样。来超市买点鸡蛋，这里的蔬菜水果看起来都好新鲜哦，好大一个哦。今天晚餐吃自己煮的泡面，超棒的，这个 Airbnb 超棒的， view 也很棒。Apple 店也是好美啊！今天早上又要去参加一个 local tour 去山上，然后现在在集合地点等出发。我们今天要去的是 Lubeck Home Tour。小辣子，很热闹哦。这个小 village 都是这种建筑，然后小古城的感觉。旁边的房子都好漂亮。刚好今天周末有那个市集，哎，今天不是周末，周五有市集。我发现来这边的偏大多数都是年长的爷爷奶奶。然后还有就是家带着家庭来的，所以好像这个城这个 village 在年轻人不太有名吗？香包跟普罗旺斯很有名的 lavender， 这个是香料摊，好浓的咖喱啊，什么香料。
cheese， 法国人怎么可以少了 cheese 呢？肉铺哎，摆的好干净哦。Good eyes, you know. Wow. When you have such a beautiful view, and when you're lucky, and when there is no yes, you can see the Mont Ventoux. It's the biggest mountain on the left side. We're now going to another small village called Huzeron.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it.啊，风好大！然后它最有名的是，很多那个红色、朱红色的石头叫 ochre， 然后好像反正以前的地层就是造成的吧，然后都是这种有点像朱砂嘛，红色的那种感觉，红色的房子，很美的一个小镇，就是前面这个颜色叫 ochre， 然后整个 village 都是这种。建筑，然后有法国有把这个村保护起来，就是不可以随便的开发。就是这个 ochre 色，它最有名的。Wow, look at this view, so pretty. 我觉得每一个 village 好像都有这种碉堡，以前可能为了防御的功能建造的。听说以前他们罗马的战争时候，就是这些小镇都是会建有这种保护机制的碉堡，就是捍卫人民。这 vlog 不开耶、欸。好有味道哦！哇哦，超漂亮的！刚刚那个导游说 ，Provence 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这种山中的小镇，就是山上有一个 village。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前古罗马时期有很多战争，所以他们为了防御就是外来的一些侵入者，所以他们必须要把村庄盖在比较高山上，像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也是，然后这边也是，所以就是造就了现在流传后代很漂亮的 view。就一个大概一个人能过的巷子，好夸张哦！旁边都是石头。这里真的好漂亮哦！我找到一个完美的 outdoor seated 的位置。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这里这么多这种水池哎、欸，哦，是真的有水耶、欸！等下可以在这里装水。哇，午餐 pizza 还有 rosé。在我找到的这个 perfect space， 哦，这披萨很大哎，所以很大哎，要做教育。现在来到了这个 village 叫做 Port，
然后它有名的就是后面的这种石子，所有的这个村里面的屋子都是用这样子石头而搭建成的，完全没有用任何的水泥 concrete 什么都没有，就很厉害。然后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子，超级无敌漂亮。古时候呢，这里通常都住一些农夫啊，就是养着动物，所以他这样子搭建石头是为了要让动物就是被关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他也有直的石头跟横的石头，超厉害的。他说这个小镇的 real estate 也很有名，所以苏富比在这里。我听说好像很多 celebrities 想要搬到南法的这种 hilltop 的小镇来住，因为这边就是天气很好啊，然后人又比较少啊。但今天来风超大，观光客也很多。一个 pistachio 的 gelato， 还有一个 black coffee。好可爱的车哦！旁边好像也是有钱的。今天的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小镇叫做 Fountain du Vancouver， 然后它有名的是因为有一个泉水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上坡，所以我们现在要走上去看那个很有名的泉水。但是他们说今年还蛮可惜的，就是今年欧洲很干嘛，所以今年我们应该看不到很多的泉水，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到什么吧。是上面那个是花岗岩吗还是什么？对啊，也很漂亮啊，壮观。不是花岗岩，不知道这个岩石很漂亮。All in this, I stand alone, 有一个这个 museum， 我发现马蒂斯好像在这里很有名哎。All in this, I stand alone. 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 Honest, honestly, I should be the last. 都没有水了，太干了。哇，这个山壁漂亮。但已经干到没有水了，不过这个洞口很凉哎，有风。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village， 它叫什么 La Sog， Isson La Sog 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河，然后这个镇是围绕着那个河流，很漂亮，然后他们说是这边的像威尼斯这种地方。We're all in this, I stand alone. 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 Honestly, don't. I should be the last to know. We're all in this. I stand alone. 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 Honestly, don't. I should be the last to know.
很凉哎。这是 burrata， 我点的是牛排菲力，妈妈点的是鱼，这个鱼看起来超级好吃的。Yep, ready. Wow. Yeah, thank you. 今天要去马赛，现在在坐火车从 X 到马赛。到马赛了，我觉得马赛很酷哎，它的火车站是在一个那个山坡的顶端，所以我们刚下了一个很陡很陡的楼梯，然后它的火车站建在一个山丘上。星期六早上店都没开，我们要去 local tour 集合的地点，马赛的海港边，风超大的。风大到放在高速路上的树都倒塌了。我们发生了一件很惨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 local tour 没有 book 到还怎样，然后反正没有 confirm 到，所以就没有人来接我们，然后我们现在今天就完全没有任何行程，所以今天就是随便在只能在马赛随便逛逛，然后再看看吧。跟你们娓娓的到来，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去吃马赛鱼汤，吃这家 Mirama。生的鱼，他说是 fish tartar。哇！双人份的海鲜汤好大哦，你看 compares with mama's face。 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刚 waiter 说呢，这个吃法是面包一块，然后你要 garlic 放在上面，再 spread 这个红色的 cream， 然后沾这个汤，也就是所谓的马赛鱼汤，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在浓汤里面这样吃，吃完之后呢，他会把刚刚的鱼切好，然后再给我们。Bon appétit, Maxi。完全那个，其实我觉得这酱就很有蒜味，觉得很咸的。对啊 ，spread 这个酱 ，and then dip 到 soup like this。我觉得那个，酱太咸了，不能讲。只要这个 soup， 它的 soup 有点像浓缩的感觉，也是好浓的蒜味哦。结果又来了一碗汤。只是它里面有鱼，有 potato， 有一些海鲜，还是在汤里，而且它很贴心，把鱼刺都出了。小螃蟹，好可怕哦，小螃蟹。它的鱼是 Q 的，然后刺全部帮我们去除了，超贴心。早上下坡，现在
回去就要上坡，好累啊。各位，我要跟你们那个 update 一下，就是昨天我们不是很衰，然后被那个旅行社放鸽子嘛。就是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订那个 local tour， 然后其实事前也没有接到他们太多的通知，一般来讲都不会接到太多的通知，但是就是没有想到会被放鸽子。因为我们住 X， 然后大老远然后到马赛去参加那个 local tour， 早上超早起，六点就起来，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就是没有半个人，可是明明就离集合的时间大概还有两分钟，因为那个时候集合时间是九点，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九点前的两分钟，然后照理说就是如果导游有你的名字的话，他照理说是会等全部人到了才去，但反正我们打过去之后，他们就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接到我们的那个 reserve， 这样，所以我们就很惨，就是被放鸽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算就是在马赛城市就是稍微逛一逛，然后我就灵机一动，就跟我妈讲说，哎，那不然我们就去爱马仕好了，因为我查到马赛有爱马仕，然后爱马仕十点半才开，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当就是进去的第一个，然后就去爱马仕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我们去到爱马仕十点半的当下，就是前面已经排了大概四五组法国人，都全部是法国人，然后那就算了，我们就想说哦那就等吧，就是感觉店也蛮大的，所以感觉里面应该可以容纳很多人。然后我们进去，然后那些法国人就是都一组一组，然后就是被带进就是坐的地方，这样就是感觉他们是可能是有认识 sales 才怎样，然后就只有我们就是没有被 offer 一个 sales， 然后就是在自己在那边乱晃。但是后来就是我就是跟到一个黑姐姐就是搭话，然后她就说好，她等一下会来帮我们。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进店嘛，然后就先在鞋区那边，因为我妈要找一双鞋，然后反正就是跟她讲说我妈找什么鞋怎么的，然后后来那个鞋反正没有，然后就其实有点尴尬。然后后来就是去看了小皮件，就是皮具，就是她拿出了唯一仅有的 silking 的短夹，然后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蛮喜欢，因为它是宝蓝色的。然后我妈就是觉得还好，这样我们就问她说有没有mini bag， 就是小的那种 bag， 什么都可以。结果后来就是很令人傻眼的是，他拿出了一个中型的包，就是没有很小，然后中型的包这样子，然后就是很丑，我也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翻盖然后很丑的包。然后我们当下就傻眼，想说哦又来了，因为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去了蛮多间爱马仕，然后sales就是都用就是哦我们今年很差没有包啊，这样搪塞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就是应该是没有忘了。但是后来那个时候我妈说她对那个有一个手镯也蛮有兴趣的，这样，然后 sales 那个时候才把我们带到有座位的地方，然后就是 offer 我们喝茶，然后会喝咖啡什么之类的。 Kelly 的那款手镯 plan 的，然后有一个是带钻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带上去之后都觉得带钻的那个就是美超多，就是美丽指数我觉得大概有一倍到十倍那么高，就是戴上去整个贵气就是十足，所以我们就是都表现得非常喜欢那个戴钻的手镯这样。因为那个手镯是 rose gold 的，然后我妈就是她就顺带一提说就是她没有 rose gold 的包这样、哦、然后 sales 也很刚好，那个 sales 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聊，然后人也非常好，然后就教我们很多东西，然后她就说哦 rose gold 就是在一种新的2022的颜色的皮上面特别美丽，然后我们就是顺带的，就是顺着这个话题，就说哦，那我们真的很想要看一下，就是那个颜色搭配起来实体怎么样。然后这时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先进去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就后来出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手机，然后就问就是我们的那个护照的资料，然后问我们在法国的爱马仕有没有建 account 什么的。因为那一天就是那个黑姐姐 sales 天使 sales， 她刚好旁边带了一个 intern， 就是来见习的爱马仕见习生，所以就是也可能是我们很幸运，就是她一直在教学旁边的实习生，然后也跟我们就是也很友善的，就是等于我们是一场就是实习生的 demo 那种感觉。然后反正 anyways，
他就是把包拿出来了，然后我们有点惊喜，就是这个颜色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看，所以我现在就来赶快开箱一下。虽然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江江这个小橘袋，他们给我们了两个白色的袋子，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从马赛骑回 X。 那我开了哦，先把这个重点开出来，这是有经过主人的允许。对，没错，是拿到了一只Birkin 30，然后内缝的 Togo 皮，然后是2022年的新色，超美。这个色好像叫基于云灰，然后它是有点偏绿色的灰色，它配的扣子是玫瑰金的扣子，上面的 Twilly 是 Sales 帮我们选的，后来选的，这样子非常的美丽。我就不做细节的开箱了，就是我觉得30公分的 Birkin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我有再次跟他确认这真的是30公分，可是就在我身上或者是在我妈身上都蛮小的，非常美。而且我们好像还没有一只 Togo 皮的 Birkin， 上一只 Birkin 是 Epson 皮的，我也有在影片里面分享。反正包本身的部分这个先放旁边，然后再跟大家开我们后来配了一些什么货。其实后来我们买的这些丝巾跟 Twilly 应该都是 extra 的，因为他没有逼我们买，这些都是只是他秀就是有什么新款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好看而买的，所以这些丝巾算 extra。 我觉得唯一的配货应该是一开始看到的那个蓝色的 wallet 才开启了，就是他觉得我们应该有兴趣，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比包还贵的 bracelet， 皮质的盒子，就是非常的高级，而且因为它有钻，所以它有附包卡，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所以这个是手镯的部分，然后这个 size 是 small， 它是也是玫瑰金，然后有钻的，非常的美丽，这个真的超级漂亮。大家挑配货最好还是挑自己喜欢的比较重要，这样之后比较不会后悔。因为通常这种配货如果你要再拿去转卖的话，价钱通常我觉得不会到太好。这个呢就是我的皮夹，然后我很喜欢，因为我超爱这个宝蓝色，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东西细致到，你们看这边有一个 H， 它在拉链的底端有一个 H， 就是做的超级细致。这个是里面的 silken， 就是这一款 silken 算是非常的不花俏，就是它只有粉色的这种小花，但是我就是因此而很喜欢。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完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爱马仕的 silken， 但我就觉得我蛮喜欢这样子的，就是我比较喜欢不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牌子。虽然它的拉链上面就印了一个 H， 但我觉得这一款皮夹就是很方便，而且它里面就是因为是丝巾的嘛，然后就是所以很轻，它不是整个是用皮，它只有外面是皮，然后这个很方便是因为它还有拉链，所以其实你要放零钱或放一些小东西都是 OK 的，所以这一款 wallet 我觉得蛮值得收藏的，或拿来配货如果可以的话。好，那我就迅速的开一下我们买的 Twilly， 有一个已经在包包上了嘛，这个颜色也是那个 sales 的搭配，就是我觉得我们遇到这个很幸运的是因为他这个 sales 的审美观跟我们非常契合，就我们那个时候在等包的时候都很紧张，想说他会不会拿出一个亮蓝色、亮红色、亮黄色什么很可怕，但是还好没有。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 Twilly， 这个好像是也是新款限定款的，它就是 poker 的这一种 Twilly，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上面会有一些小的 bling bling， 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对，就是它会有一些小的 bling bling， 这个蛮好。然后再来是我们选了两个丝巾，有一个是双面的，然后一个是单面的，我觉得两个都超级好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就跟他们讲说，就是她有耳闻过爱马仕有双面的丝巾，但她都没有看过本人，然后 sales 就很热情，就说哦他们有啊，可以秀给我们看。然后这款是我妈挑的，我觉得超好看，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是比较简约的，然后它整个现在可能看不太到，它是整个是马的形状，然后就是那种有点像手绘风，然后它只是一些大色块，就是比较摩登比较时髦啦，不会像爱马仕普通的
丝巾它都是走那种比较复古，然后可能是真的很多码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锁链的那种风格，这个就是比较时髦比较现代的款式。然后硬面是这种橘跟黄，硬面是红绿，就是还蛮漂亮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单买都会很喜欢。然后最后一个是算是 sales 的推荐，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好看，是一个橘色的丝巾，这个好像也是新的欸，他说这一款也是新的，是这样子的，橘色的，欸，码头在哪？码头的一只花花的码，这样子，对，那个 sales 是说他会想把这个表框起来，然后放在家里的当摆饰的那种。我觉得爱马仕的丝巾真的都蛮美的，就是很适合你自己当配货，然后或者是拿来送那个送朋友，蛮适合送礼的。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大气，很好看，然后细节做的超级精致的。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爱马仕奇遇记，就是。算是有点因祸得福吧，就是如果大家也是跟我们遇到相同的状况的话，就是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心情会比较好一点哦。再来还有就是我去马赛跟待在 X， 我发现难怪大家就是在南法这边度假都比较喜欢待在 X， 因为我发现马赛的路上非常多的游民跟流浪汉欸，大概可能是纽约的至少有三分之一，而且就是路上其实也没有 X 这边漂亮，所以就是难怪大家都比较喜欢待在 X 这个小镇。就是我们搭火车回来之后就发现风格真的很不一样，如果你知道原因的话，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差别是蛮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在马赛拿到了包，就是想说迅速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就是我们在X 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回纽约了，所以等一下可能会出去再晃晃吧。好，那就这样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欧洲的路的中间都有一个低洼的地方，这一条是要排水的。我们现在想要去一个每天都开的 local 的市集，然后好像是在 X 这里的旧城区的市政厅前面，但是旁边刚好有一团那个旅行团，感觉我们跟着他们走准没错。哦，我跟大家说，就是越旧的城啊，它的道路规划越不完善，所以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很交错的路，所以其实在 Google Map 上面找路超困难，因为就弯弯眼眼的。周日这边蛮多店都不开的，这个古城区就是非常安静。到了，好大的烤鸡。这个是欧洲人爱的 Olive 教堂。听说 X 这个城总共有50几个喷泉，今天只有 get 到一个。这一家甜点店有卖 X 这里最标志的 Galison 的糖，我们昨天有去试吃哦。我跟你们讲一下那个 Galison 那个糖的由来，我觉得故事还蛮美的。就是以前有一个王，国王，然后他爱上一个女人，然后可是那个女人从来就是很美，但是从来不笑，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他的嘴巴的图案的糖果。所以你看那个糖果就是一个那种椭圆形，然后是他嘴唇的形状，然后。话说是那个妃子吃到那个糖果之后就一展她的笑颜，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糖果背后的故事。然后王妃为什么不笑呢？原因好像是因为听说那个国王非常的长得非常的普通，就是而且还甚至好像倒有点丑。就是 X 这边有一座他的雕像，但是好像 X 的在地人就知道那个雕像的脸根本不是那个国王，就是找别人的脸来贴上去这样子。
我 get 到第二个喷泉了，这应该算喷泉吗？不管啦、啊、第二个喷泉。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10:30了，路上都没有人耶，店也完全没有开。又 get 到一个大喷泉了，这个是在一个教堂的前面，那边好像是法院，然后有人在前面演讲，这边就是一个广场，今天有很多卖花的。好复古的车哦，老车耶。今天这边好像有什么老车展，好多老车哦，这辆蓝色的好美哦，好美哦。刚刚又来了一辆，这辆好屌哦，它后面有位置， so cool。 刚刚买了一点果酱回去当伴手礼，很酷的面包店。我看到欧洲这种烤鸡的机器，我都很想要在家自己买一个。哎、欸，你看它这个火多么均匀啊，它可以把鸡烤得这么香。原来是卖肉的店啊！哇哇，这个鸡。第三个喷泉了，国王喷泉。这个就是在宫美哈布最低端的这个喷泉。又到了这一条路的第二个喷泉 Fountain of Moos， 青苔喷泉，远看长得有点像一个大南瓜，很可怕耶。看上面全部都是青苔。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喷泉，在美哈布的底端，上面有几个人。又是一个喷泉，收集喷泉。又是另外一个喷泉，这里每一个喷泉都不一样，好酷哦。这个是观光的小火车，这个铜像就是塞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一点。点了一个 Caesar salad，还有烤虾，来。对啊，很满耶，满满的。哇！找到了一个餐厅，它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算是户外的 outdoor 的花园，漂亮。选择没有非常多，没有可爱的狗狗，好瘦啊，瘦狗狗，咕咕，不理我，我就问，狗生好完美，好吃皮呀，哎呀，我点的甜点。甜点，哎，你那个感觉对，里面应该有 fig， 他说是 fig salad， fig 的 mousse chocolate。在大高乐机场吃 sushi， 回转 sushi， 超好玩。买了，很幸运在雪奈遇到心目中的保姆。